办啊，咱规台湾拢咧办花火。我第一个时间就到咱的指挥中心，啊，政府的团队拢用上紧的速度来救灾。啊，咱外市长也是过咧第一线来守护咱的台南市。咱台南市这几冬以来，赶快重视咱的治水。对台湾来讲，这是一项愈来愈重要的一个工作。啊，要把咱的治水、治水啦，哦，做得好，就需要有经费。所以，咱的前瞻基础建设计划有一项就是咱的水环境，哦，啊，水环境就是讲要全面、长期来改观咱台湾水的问题，让咱诶，大家有一个好的水环境，会使啉好水，会使无欠水，啊，透风无雨，咱嘛唔惊淹水，这就是咱投资未来，这就是前瞻。除了咱的基础建设计划以外，咱确定要来西洋这个所在来建设一个咱的国家级的图书馆给南部。分管，这是咱全国第一个国家级的联合典藏中心。咱的这个计划，上大一项代志，就是要让咱的每个台湾的发展会使均衡。啊嘛，希望讲咱新竹这个所在有一个国家级的图书馆的分管比较，让咱这个。在地，咱的乡亲感觉讲，咱的国家有想到新芽，啊，嘛来建设新芽，让咱的新芽会使更好，大家更好更好。大家的需要，政府拢在，啊，我嘛放在心内。我要感谢咱乡亲对咱政府的支持，我嘛要拜托大家，为了咱台湾的未来，我一定会坚持改革。我嘛要请大家继续做伙来拍拼，大家讲好唔好？好，谢谢，谢谢。